拜拜。太快了。我们现在去哪里？有问题。今天是谁的生日？特别美的一个餐厅，这是烤全羊吗？妹妹，不敢掉下去，慢一点。孔雀，刚才谁说肚子饿扁了？我。你也饿扁了？慢点，有台阶。阿咪，你走这儿。你看阿姨不在，是不是哥哥在保护你的？慢一点，别让妹妹受伤。得慢慢过桥。真棒，坐好了，坐在自己的板凳上。小恐龙不？不怕。哇，好美呀、啊！妈妈，哇，好帅呀、啊！你这真的是16+8加上练那个普拉提，效果很显著。妈妈的下颚线跟妹妹的对比，真的绝了。人家是婴儿肥。亲亲爸爸的脸，宝贝，你这个五官真的只有天上有。妹妹也美到惊艳，哦天哪！哥哥的头发有点傻不愣登的，但很可爱。Danny 好认真啊，在学习吗？哇，说句英文听听。狗。爸爸不是狗吧？番茄鸡蛋烩饭，这是我最爱吃的。羊驼蛋糕，生日快乐！这是为妹妹的生日准备的长寿面。咱们这农家乐吃的挺好。妈妈生日快乐！也是你的生日。哎，抹酱啊！哇！今天我们第一次不带爷爷奶奶，让我们四个人一起出来吃饭。给你尝一下。许愿吧，妹妹先。许愿，哎，对，差点烫到嘴了，小心小心。远一点，远一点，对。